我的音乐分享给你，你的快乐与我分享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歌坛，一度被四大天王和左邻右里霸占，但能够和他们抗衡的只有王杰，也被评为昨日的浪子，今日的巨星，明日的传奇。天上飞过是谁的心，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。此时的王杰已成为某唱片公司的首席男歌星，一首火到现在的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歌曲的 MV 更直接找来了刘德华助阵，专辑在上市一个月便突破50万大关，而王杰更是成为台湾史上连续三张唱片都超过60万第一位歌手。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。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。王杰当年凭借一首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成为了每个人心中的第五天王，他把他的忧伤深情都唱到了听众心里，唱片光亚洲销量就达到7000万张。但是也是因为这首歌遭到陷害，只是因为一杯水就几乎断送了他的未来。哦，为什么告别你也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自己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不能想，不敢问。从安妮到伤心1999，再到谁明浪子心，王杰的每一首歌都是不可复制的经典。这首为了爱梦一生更是唱哭了多少爱而不得的痴情人。王杰沧桑忧郁的演唱风格至今都无人能超越。为了爱宁愿不醒来，再多哭我不在乎，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，情愿用一生等待，为了爱梦一生，悠悠荡荡几番浮生，梦里的雨。本期的音乐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我就点个关注，有话说就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